쨍아. 정산좋아요 Eric, 点解你唱完歌都仲要烂火盆嘅？嗱，你细路女你唔识啦，我只歌啊，好大嘅利是，有11个死字啊，所以咧就要做啲咁嘅嘢，等我可以唔使有生命危险。嗯，烂完个火盆掂晒啦。嗱，咁我啱喺 MV 度见到阿 Grace 同 Eric 啲好 sweet 嘅片段啦，咁我想知道，咦 ，Gigi 有冇人唱嗰啲咁 sweet 嘅歌俾你听咧？哦，冇，就系屋企人有唱过，但系唔系对我唱。会唔会希望有一日会有人可以同你唱啲咁嘅歌俾你咧？想啊，长头发定短头发嘅？都得。嗱，你嘅新歌咧复杂，就系讲述喺好复杂嘅感情入边。咁我知道又要读书，又要兼顾唱歌，系咪真系好复杂咧？其实系嘅，但系咧，我自己觉得个适应能力咧就系 OK 嘅，所以咧就 OK 嘅。系啊，我哋都觉得你适应能力好高啊，所以你一定 OK。好啊，希望你继续维持呢个可以平到读书同唱歌嘅方法啦。咁而家有请你唱出复杂。好啦，喺我身边有阿 Yumi、Gigi 同埋 Chantel， 欢迎你哋。咁我想问下咧，你哋平时有冇玩呢个即影即有嘅相机？真系我有啊，因为我细细个妈咪就买咗嗰啲相机俾我，跟住就会即系影完就系咁狂影狂影，跟住会嘥咗啲谂佢咯。但系依家就要好好珍惜，因为都知唔便宜啊。系，唔好浪费系。我就比较少，因为我唔系太中意影相，但系咧。因为呢套剧就开始研究紧呢一个即影即有嘅相机，研究成点啊？研究都 OK 嘅。OK，I'm glad it's OK。好，到阿尚昌。咁我咧就由细到大都会玩即影即有相机嘅，就好中意嘅。因为我嗰部相机系我最中意嘅颜色，所以成日粉红色系咪？系啊，我都系啊。嗱，咁你三个咁 friend， 一定会影好多相啦。有冇话你哋边个一定会争住去揸架机影相咧？影得自己靓啲嘅？其实通常就不会争揸机，因为个头最大嘅，块面最大。呢个有经验啊，呢个系啦。咁啊，你影啦，咁啊，俾系啊，系啊，冇错。通常揸机嗰个头系最大，所以你三个边个揸机最多？但系通常系你哋会逼住我揸机，因为啲人佢哋话我块面比较细，所以我就成日都揸机。咁又啱喎，好，你揸机啦，由一今日开始就好。咁我倾到呢度先啦。啊，继续翻嚟有我哋 Chantel、Yumi 同埋 Gigi 同我哋倾偈。我想问一下咧，你仲翻学噶嘛？咁而家好多人咧都要上 online 去上堂，你哋嘅翻学嘅情况系点咧？请问其实都 OK 嘅，但我自己就唔系几中意喺屋企度 Zoom 啦，因为系专注唔到啊，因为要成日都要对住个电脑，所以我自己就偏中意即系实体翻学多啲嘅。而我咧都系一样，都系好怀念翻学嘅日子，因为咧对住嗰部电脑咧，其实只眼系非常之攰，所以系好想翻学。我知上车一定有个唔同嘅答案嘅。冇错，就系其实我觉得可以迟啲起身，所以系一件好好嘅事。所以中意 online 系嘛？系，你真系叻。嗱，咁但系冇得翻学上堂啦，咁肯定会同啲同学仔疏远咗，会唔会有呢个情况咧？你哋唔会嘅，因为其实有可能有啲功课啊，或者上堂会偷偷地倾偈。都唔觉嘅，所以就系咯希望我老师唔会见到呢个啦。我咧，因为我嘅同学嚟嚟去去都有个几个比较熟悉嘅，所以咧经常倾偈，所以咧就应该好少会有呢种状况。冇问题。我都系嘅，即系落堂之后都会即系 WhatsApp 下问下功课啊嗰啲嘢，所以都系唔会疏远。OK， 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又请阿 Gigi 即刻唱出《但愿人长久》，问下 Gigi 先。团结就是力量。好。好。第八位严明熙复杂。